Testing，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进到这个会场，求神预备我们敬拜的心。我们非常感谢神，把很多的恩赐、才干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今天晚上在正式的聚会之前，我们已经进入敬拜。我们接下来有音乐家用他们的手中的巧妙、心中的这个对神的敬虔，带给我们一些美好的音乐。我们用敬拜的心安静，不要彼此交谈，安静的心一起领受，与他们阿们，这属从天上而来的神给我们的乐章，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经过一天我们大会是在满满的蒙受主莫大的恩典，从讲员的信息，从我们敬拜团与弟兄姊妹一起线上敬拜，每一个歌声对我们台上的弟兄姊妹来说都是非常的感恩，与你们一同敬拜是我们的特权，也是我们的荣幸。我们每一个人的歌声在天父听起来也是这样的纯真可爱，我们这里在地上的敬拜加入天上的敬拜，何等的甘甜。我们开始今天晚上啊，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我们信仰传承的，所以让我们有小朋友来给我们开场。 Come up kids， 我们不要掌声吓怕他们哈，很可爱。爱河的神光，
请我们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何德何能竟蒙主的圣恩，我们哪里配承受这样的恩典，你为我们走上十字架，原来因我们应当受苦受死的是我们，然而主你却为我们承担。主这样的大恩大爱，我们永铭心间，成为我们永恒的讴歌和歌颂。主啊，你为我们死，我为你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怀着喜乐的心，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罪债全还清》。我们会根据这个流程，到时候邀请会众跟我们一起唱。主说道，你力量是微小，应当尽心祈祷，因我为你忠报。主听我舍身，罪债全还清，会众，我们唱第二节好吗？来，我竟确实知道，为主却难报答，可是把我接近，为你是心难化。主替我舍身，主替我舍身。Yeah.
再唱次副歌。主你我舍身最近几年中国大陆流行所谓城市名片，每一个城市有它独特独到的地方。我们芝加哥的城市名片没有啥，但是在我们的芝加哥的基督教会里面有一张非常响亮的名片，就是基督徒中国，你们名片叫芝加哥中国芝加哥中国基督徒合唱团。你看我也搞不清楚，因为我考了几次没考进去，他们的水平非常的高啊！成立到现在有47年的时间，在今天我们台上现世的还有第一代的团员啊，他们现的是非常的美，就是我们的基督徒教会的名片啊。我曾经想考，还没考进去，因为我不太识谱。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他们今天晚上带给我们两首诗歌，第一首诗歌是。因他大爱 My favorite 第二首是称颂主我灵 Daniel Thank you.
Yeah!
Are you blessed? 你有没有受到他们的祝福？再给他们一次掌声好吗？刚才我只是为了强调他们的水准很高，但是也有后遗症，就没有人敢报名参加他们的诗班，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住在芝加哥地区，有这个福分啊，尽量的参加。我们相信他们团员每一位在他们服侍练习的过程当中，他们所唱的诗歌深深的打动他们的心，也是他们所需要的，常常回归到神美好的心意当中。今天晚上我们感谢神有刘传章牧师在我们当中，我相信刘牧师大家都不陌生啊，特别在历届的福音大会，还有在中国人传道培训大会，刘牧师都担任非常重要的这个传达信息的工作。他的介绍在手册里面大家可以看。今天刘牧师晚上的信息题目是回转归向上帝，我们掌声为神的老仆人在这边释放信息，我们感谢神。2018年在温哥华，我们有传道人培训。我讲道之前、讲道之下、之完、之后，因为他的讲台是在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我要扶着栏杆上，扶着栏杆下。赵牧师看到我那个样子，他也学我，扶着栏杆上，扶着栏杆下。我心里想，你别笑我，再过几年你跟我一样。可是这次来呢，5年以后，他还是活蹦乱跳，精神十足。我已经是老态龙钟，上不了楼梯。感谢神，这个今年的福音大会给我可以有这个福分来参加，也感谢王牧师、王师母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传讲信息。那我第一次参加福音大会，是中国福音大会，是在2003年，那一转眼20年过去了。我这次来有很多的感想，也很感慨。我想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福音大会。下一次是，如果主许可的话，就是2026。那个时候我就跟加勒一样，已经85岁了。加勒可以说，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但我不敢说我的力量现在如何，到那时也将如何。但是求主怜悯，不管我怎么样，上帝的工作要继续的做下去。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从马拉基书中来一起思想回转归向上帝。马拉基在他登上这个历史的舞台，大概是在主前400年左右。当他登上这个历史的舞台的时候，正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之后，重建了圣殿，重建了圣城，在尼西米、以斯拉等、所罗巴伯他们重新建造以色列国，建造圣城、圣殿，要恢复他们过去敬拜上帝的那一种生活，也希望能够使国家、教会、这个社会带来复兴，让他们的敬拜能够恢复像被掳之前那样
为神摆上的生活，也希望能够这样新的生活取代他们在被掳的时候所遭受的那种民族的压力、生活的困难和意志的消沉。但是这种的环境、这种的气氛好像没有过多久，到了马拉基的时候，老百姓他们的生活心态已经好像是低落下来。那个时候祭司在他们的职责和生活中都呈现着一片的腐败，百姓呢也跟他们的异族的邻居混婚，就是婚姻上乱七八糟，随着异邦的信仰跟宗教。所以在那个时候整个的国家失去了对弥赛亚的盼望跟对末世的盼望，他们想到的，他们只顾到眼前的需要跟欢乐。那先知马拉基就是在这个时候兴起，然后马拉基的信息是耶和华的预言，充满了责备和控诉，对上述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弊端，他指责的毫不留情，一一的指出他们的问题，并且加以深刻的谴责。那上帝的仆人在这个时候呼吁犯罪的人要向与他们立约的上帝来悔改认罪，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其实马拉基书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的话，几乎所有的话都是一个借着一个人或者一个使者传上帝的话，实际讲话的人呢是上帝自己。所以在这里呢，其实上帝自己呼吁以色列人认罪悔改。那因为他们即将面临的是上帝严厉的审判，那先知所说的话，先知的言辞是非常的肯定、无悔跟尖锐，因为他们处在一个危机的时代。他们如果不把信息清晰的传递，犹大的渔民他们将会失去他们被掳之后所重建的一切。所以作为以色列国最后的一位先知，传递上帝真理的先知，所以马拉基可以说是竭尽所能的把他心里面的话毫无保留的向以色列人倾吐诉说。今天我们也是在这里借着马拉基书，他从上帝他马拉基从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开始，一直到这个约最后要应验的时候，这中间他呼吁以色列民要配得上帝对他们的呼召。那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那里所说的，既然你们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今天这是上帝向我们，向他的儿女，向信主的人，向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对我的要求，要我们既然蒙恩，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我们信什么，我们就应该把我们所信的
活出来，用生命用生活来见证这位神圣不可侵犯的伟大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大会规定是我们的悔改之夜，我不知道你们来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希望能够来跟大家朋友见个面，在这里能够有一个好的所谓的宴席，听很多好的讲员把一些信息带给我们，是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颗心，我们这颗心是不是预备好了要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相信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多年来我听了不少的道，我现在发现听道比讲道更难，是不是？我这个讲道站在台上一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可是我坐在下面听，尤其现在听人讲道，老实说很辛苦，一面听，我的求主帮助我不要去批评，但是我会批评，我觉得这个讲的不对，这个解释的不对，这个引用的不对，所以主啊，让我做一个好的信徒。现在我不讲道了，我是坐在下，每个礼拜天去教会听同样的牧师讲道，我要好好的学习听道。我相信大家来的话，如果你的心态对的时候，什么人讲道都是上帝的道，当然我讲的是他们讲上帝的话，我们都会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话语的浇灌。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今天晚上上帝要我们有一个机会来思考，来反省我们在这些年日，这些日子当中，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光景。如果需要的话，让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悔改来再归向他。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的圣灵在这里向我们心灵的深处发声，让我们听见你自己微小的声音，让我们的生命被你得着，让我们的生命献上给你，为你所用。我们求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行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在马拉基书里面，先知马拉基传讲上帝的话，传讲了许多当时以色列人对上帝的那一个心态，对上帝的态度好像是一个反驳，是一个强嘴，跟相嘴上帝斗嘴。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第一点呢，就是因为是悔改之夜，我本来想讲一些正面的 positive， 但是要悔改的话就是讲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做了什么错事，所以可能是从一个比较反面的角度来思考，然后让我们能够借助反面进到正面，让我们把这些错误的罪恶都除掉以后，悔改接受上帝的洁净以后，使我们能够重新经历上帝的大爱，上帝的恩典。第一个就是他们轻忽主的大爱。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他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是反嘴反驳，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那上帝的子民质疑上帝的爱，可以吗？你可曾质疑过上帝的爱呢？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当乌云
幽暗的日子，上帝啊，你在哪里？你会这样讲话吗？你会这样子问吗？当你深陷困境，呼天不灵，呼地不应的时候，你会问上帝啊，你在哪里？所以我不怪他们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你没有过过被掳的日子，我过过被掳的日子，那被掳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被掳的日子是痛苦的，被掳的日子是走投无路的，被掳的日子是生活艰难的。你过过奴役的生活吗？奴役的生活是难熬的，在家破人亡的流离的场景中，我也经过家破人亡的流离场景。但是如果问一声上帝啊，你在哪里，应该是不为过吧，可以吧。不过也许有一些属灵的伟人会说，那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质疑上帝？你怎么会对上帝这样的态度？中国人说无语问苍天。Philip Yancey 也写了一本书，他说，上帝啊，你在哪里？当我需要你的时候。有人会这样的问，他是属灵的人，不准人这样的问，这样问。我就曾经是那一种所谓的属灵人。上帝让我从开始传道的时候，我就经历了一些困难的事情，但是后来日子越走越好，越走越平顺，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什么都好，教会也兴旺。所以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属灵，每一个人都要做成好的基督徒，对人对己的要求都很高。有人对上帝怀疑，怎么可以怀疑上帝？有人对上帝悖逆，怎么可以悖逆上帝？有人远离上帝，为什么可以远离上帝？想把他们揪过来，他们改过来。但是当我在逆境中的时候，我也会像他们一样。上帝让我在过去的四年里面经历了不少的事情，是我以前没有经过的。所以当我在顺境的时候，我会唱属灵的高调，我会说众人都跌倒，但我却不跌倒。但是当我在逆境中的时候，当我陷入心碎的痛苦中，我会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不理我？我相信许多时候上帝是不理人的，也许这个不是你的信仰，但是会的，因为他曾不理耶稣。今天还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作为一个人，做一个代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耶稣没有抱怨，耶稣有感觉，你有感觉，我有感觉。他有感觉的时候会发出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在永恒里永远没有分开，
但是在肉身上，耶稣也经历到上帝好像不理他。我也经历，我也问过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祷告？我也知道，我也教人，上帝听祷告不一定是今天，不一定是明天，不一定是后天，有的三年，有的五年，有的十年，有的二十年，有的甚至于五十年。但是当人在走过这个道路的时候，一天也很长，十天也很长，一年也很长，五年也很长。所以在那种感觉里面，你会感觉好像上帝不理你。但是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会回转，我们会再想多一点。所以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和合本翻译是我曾爱你们，新译本翻译是我爱你们，英文的翻译是 I have loved you。 那这三个翻译呢，有不同的说法，它的代表意义是不一样的。那第一种说法，我曾爱你们，这个曾这个字呢，就告诉你说是过去。那我曾爱你们，但是现在不爱你们，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中这和合本这样翻译的，会给我们这种感觉，就是我曾经爱你，爱过你，但是现在不爱了。那今天也有很多婚姻当中里面说，哎，我要跟他离了。那为什么离呢？说我曾爱你，现在不爱了。所以这个翻译呢，稍微有一点给人有问题。第二呢，新译本翻译说我爱你们，那这个翻译的比较简单，我爱你们。但是当人不感觉爱的时候，就是说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呢？爱是有感觉的，是爱也是有行动的，也有表达的。他说为什么，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呢？就是我爱你，光说我爱你们也有问题。那我看最好的翻译还是英语 I have loved you。 那如果你懂文法的话，这一句话的文法是完成式，原文也是完成式。完成式就说明我曾经爱你们，但是过去，我现在爱你们是 now， 并且 in the future， 将来我也爱你。换句话说，这个爱呢是一直的。所以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我一直爱你们。用另外一个话表达说 I have always loved you。 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我一直都在爱着你。但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不感觉，所以他们说，我们怎么知道你在爱我呢？我怎么知道 你在何事上爱我呢？那这里我们讲到这个爱的时候，这个爱 I have loved you， 我一直的爱你，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爱的特征。上帝的爱是主动的，上帝的爱永远是主动的。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不是你去爱神，神来爱你，是神先爱你，我们才回应他的爱。所以上帝的爱是主动的爱，上帝的爱是永恒的爱。耶利米书三章三十一节，三十一章到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节说，我以永远的爱你，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里讲到永远的爱。那马拉基这里讲的一章二节，我 I have loved you。 那如果我 I have loved you， 过去爱，现在爱，将来爱的话，这个上帝的爱就是不变的爱。那从主动的爱，从永恒的爱，从不变的爱来说，那这个不变的爱就是无条件的。那我想我讲这个，我喜欢讲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那我想我可能跟赵牧师、赵师母跟王牧师都，他们都曾经写文章讲到，都是这个上帝的爱好像不是无条件，或者说上帝的无条件里面还有条件。但是我觉得上帝的爱如果是主动的，如果是永恒的，如果是不变的，就是无条件。你知道无条件的爱是不简单的爱。我这几年就在学这个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我结婚，我跟刘师母结婚52年，然后过去爱他，现在爱他，希望将来还会爱他。但是不容易，他以前是很怎么说，我也不要夸自己太太，不过我觉得他是非常了不起的师母。我上帝许可我啊，容许我去很多的教会，拜访很多的教会讲道啊，很多的师母我都没见过，他不理人的，他也不来跟你打招呼。但是刘师母不同，刘师母到处啊，每次教会来什么人，他都会跟你打招呼。你们认识他的人，你可以知道我没有夸张。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那我要适应。要适应这样的一个，要什么？要无条件的爱。我就觉得不简单。我其实这几年常常跪在地上流泪悔改，因为我对师母不好，因为我受不了。有些事情不是他没有做坏事，我受不了，改变了。但是每一次当我，因为我是一个脾气不大好的人，我不是随便发脾气，我也不喜欢啰嗦的人，所以我讲话很简单，我回答问题也很简单，我祷告也很简单，我不喜欢长篇大论的祷告，我最喜欢彼得的祷告。彼得祷告四个字，主啊救我，问题解决，是不是啊？不用讲太久啊，主啊救我，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牧会的时候都是，我就告诉弟兄姐妹，你们要做大人，你们要长大成人，不要整天去找牧师，这个事也找牧师，那个事也找牧师，我都不做的。我要你们要做大人。过去对教友是严格的，上帝说你太严格了，现在让师母来训练我，训练我耐心，训练我爱心，训练我，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当你什么都好的时候，什么都能干的时候，你说我爱你，谁都会那样做的。如果你是个好人，上帝爱你，那上帝的爱也是有条件。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这就是上帝的爱。要接受无条，也接受上帝无条件的爱，也要无条件的接受。
那就是你要承认你什么都不是，你没有一点好处，你是空的，也死的，上帝救你。所以用无条件来接受无条件的爱。 Once we become Christian， 悔改认罪成了基督徒以后，我们不论在上帝面前犯多大的罪，上帝要我们悔改，但是上帝还是爱我们。所以有很多人的爱呢，都是有条件，有条件的。我说有条件的爱不是爱。我就发现说，过去跟刘师母在一起的时候，现在也在一起，就是说，意思说，过去说爱呀爱呀爱呀，都是因为他这个也做得好，他那个也做得好，你爱是该的。当他不是那样子，什么都不合你的意的时候，你还去爱他，你还要爱他，你还要去操。我说我80岁才开始爱，学习无条件的爱一个人。讲上帝不用啊，上帝本来他的本质就是这样的。我这边有写啊，没有不见了。所以有许多的婚姻是讲条件的。我去中国的时候，就一个住在一个弟兄家里，他说这个房子，这个是他为他儿子娶媳妇儿盖的，但是呢是违章建筑，所以呢这个女方还不要，还要好的，不要违章，所以要房子啊，要车子啊等等。其实等等也是条件的。你现在要结婚，他说等等，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赚够钱。是很多的条件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都是条件啊。所有有条件的都不是爱。从这个原则上，我觉得上帝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但是不是说没有条件，像有的人，我不要提名字了，我也没有看他的东西，也没看他的书，也没看他的文章，但是我是从别的地方听来的。但是我告诉你，他不是那个上圣经讲的爱，不是那种爱，不是那种无条件啊、哦！你不用悔改，你不用什么都不要，叫上帝就叫接，那全世界人都得救，那耶稣白死了。不是那个不是，我不是讲那种爱。今天我们还是要经过耶稣基督来领受上帝无条件的爱，那我们就是无条件，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说你什么都不是。别以为你有学问，有时候我学问我可以得救，我有才干我可以得救。No， 我们所有的义在上帝面前都是破烂的衣服，全部要丢到一边。什么都没有，赤裸裸的来到上，匍匐在上帝的面前，主啊，救我。这个是上帝无条件的接纳你，赤身露体，你什么都没有，上帝接纳你，是通过耶稣基督。所以有条件啊，要房子，要车子，要这个要那个，这里都没有爱，因为都有条件。所以讲这么多，上帝即使这样爱我们，我们怎敢轻忽主的爱？雅各的子孙在马拉基书上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雅各子孙反驳上帝，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就让他们看看他们的兄弟以扫的遭遇。没有读圣经。以扫的遭遇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二节说，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
交给旷野的野狗，还有下面还有很多。那就是说，上帝说雅各的子孙说：“你在何时上爱我们呢？”因为前面我讲的很多是我们看自己，看自己的遭遇。我会说，有的人看他的遭遇，我看我的遭遇，看我自己遭遇的时候，觉得上帝你怎么不理我？上帝你怎么都不听我的祷告？怎么远离我？怎么丢弃我？就是看自己。当你看自己的时候，你就自我中心，你就把上帝的爱推到一边，会抱怨，怀疑你在何事上爱我们。上帝说，以扫的遭遇使他的山林荒凉，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被灭了，消灭了，种都没了。今天我们找不到以东，以色列还存在，爱不爱他们？所以不要怀疑上帝的爱，不要质疑上帝的爱，不要问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看看那些痛苦的人群。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看别人，有没有顾到别人。有一个统计告诉我们，基督徒关心慈善事业的百分比跟没有信耶稣的人一样，没有多很多，可能比不信的人更少。我的讲义上有写一个 T2T 是什么知道吗？T2T 是一个组织，专门盖房子的。它的 T 是 tunnel， 就是一个地洞。2是二，其实不是二，是 T-O， 是 go to 的 to。另外一个 T 呢是 tower， 是一个塔，意思是说从地洞里面到高塔上。那这个组织做什么呢？专门去帮助那些伊拉克打仗的时候被地雷炸断了腿，烧破了脸，是不能生活的人，不能赚钱的人。911很多家族死掉的了，丈夫啊什么死掉的，生下了孤儿寡母，怎么办？怎么生活？这个组织专门去捐钱盖房子。那些没有腿的人，没有手的人，他们送一个房子给他。很多照片给我们看到，那个 news 没有腿没有脚，他们做的那些家具呢，像那个烤箱啊，什么柜子啊，都是自动的，可以拉出来又推回去。你去看看那些人，他们的遭遇跟你比起来，你比他强多了。然后还有一个我没有写在这里，就是 St. Jude's Hospital for Children。 那这个 hospital 做什么的？他专门救济那些生下来或者几岁的时候得了癌症，得了血癌 Leukemia， 得了 cancer。 你看那小孩，小小的，有小女孩小男孩头发都掉光了，妈妈抱着他们：“你的孩子这样子吗？感谢上帝，你的孩子没有这样子，他的孩子是这样子。”所以他们要钱，他们说一个月给他19块，很多人都捐钱给他们。所以这些小孩子去得医治的时候，医他们的病的时候， don't spend a penny， 他的父母亲一分钱都不会给。是谁给的？就是那些关心人需要的慈善家。不一定是慈善大家，有时候我怪他们，我不是怪，我说那些像那个 Soros 捐那么多钱去找那些
那些律师那个什么 Attorney General 专门 不务正业。那个时候上一次竞选的时候，美国纽约的州长前州长布鲁明索捐了几亿的钱到佛罗里达去，要选一个，要凡是政治问题不多讲，就是他们捐了那么多钱，我说那些钱为什么不去帮助那些生癌症的小孩。还有一个医院叫做 Shriners Hospital for Children， 那这个是不是癌症，这个是小孩子生下来是残废，有的没有腿，有的手断了，有的连在一起，各种的残障的小孩，谁管？没有人管。而他们这些 hospital 这个医院就是专门收容这些小孩。有一个混血中国父亲，好像是不是就中国父亲美国母亲的一个小孩，长得好漂亮，脸很漂亮，但是身体是残废的。他常常做，当然他们也是 psychological 用心理来吸引人来捐钱。所以想到这些人，想到这些小孩，想到那些打仗受伤没死但是残废的人，你怎么能说上帝不爱你呢？以色列人呐，你们怎么能说你在何上爱我们呢？上帝说，我曾爱你们，我爱你的祖宗雅各， I loved him， 他的子孙 descendants 世世代代， I have loved you， 我曾爱你。今天上帝的儿女，你领受了上帝的爱，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你死，为我死。我每次想到我得救，我就感恩不尽。像我这样的人，你们以前不认识我，所以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得救，是上帝多大的恩典。像我这样的人今天能够站在这个中国福音大会的讲台上来讲道，我是谁？要不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是无比的大爱，是永不改变的爱。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今天你背逆他，你反叛他，他还是爱你，但是他呼召你，孩子啊，回头吧，转向我吧，悔改归向我吧。我的心伤痛，我的心被刀割，我不能看你远离偏行己路，走向罪恶，回头吧。所以上帝今天以他永远的爱来呼召我们，他的爱没有改变，我曾爱你们。第二，这里马拉基特别讲到当时服侍以色列人的祭司。第一章第六节说，藐视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尊敬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敬畏我的在哪里？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尊敬我的在哪里？敬畏我的在哪里？然后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他们不承认。上帝说他们藐视上帝的名，他们不承认。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上帝在此对服侍他的祭司有严重的指责跟控诉。首先，
他指出他们粗暴无礼的态度，他们不尊敬上帝为父，这是藐视上帝的父权。第二，他们不敬畏上帝为主，这是藐视上帝的主权。那主权是论到关系，所以尊敬是对主职分。今天我们对人，比如说对我们的牧师，对我们的父亲，他的职分是牧师，是长老，是父亲，那对这个职分我们要尊敬。对权柄我们要尊重。那有些人是有上帝在地上有设立权柄，政府有权柄，父亲父母亲有权柄，教会的牧师有权柄，那这些权柄是上帝给的。那既然是有权柄的人，我们就要尊重。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尊敬上帝为父，尊敬敬畏上帝为主，上帝的父权，上帝的主权。这个父权跟主权代表的意义是职分跟权柄。那主权呢是要求忠贞，而父权是论到关系，主权是要求忠贞。那忠贞就是至死忠心，忠于职守。中国人说忠臣不保二主，皇帝没有了我官就不做了，那做下一朝的官就是奸贪官。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侍奉的上帝我们要至死忠心，忠于上帝给我们的职责。那第二呢，这里讲到这个马拉基书里面讲到他们藐视上帝的名的时候，第二个是说令人作呕的供物，这里说他们藐视主的桌子，藐污秽主的祭坛。藐视呢就是看不起，看不起呢就是看为觉得这个不重要，嗤之以鼻。上帝对他们说，你们给我的供物连你们的省长都看不上眼，这是上帝说的。他们把供物送到圣殿里，殿里面去放在祭台上，这些东西如果给省长他们都看不上眼。我记得有一年来美国很久以后，刘师母我们回台湾，他去看他的朋友，他就带了几个小礼物，大概像口红啊那种的，送给人。那他心意是到了，但是这个礼物对那些有钱人家是看不上眼的，就不要，都不要。那我们在美国惯了，就是给人说，客人来了说喝水吧，要不要喝水？他们说不要，不要，他就不给，是不是？我到你家去，要牧师要不要喝茶？我说不要，你就不给了。我去探访，冬天像这么冷的，出门刚刚出了门以后，刚刚走的，中国人以前送客是送到很远，看你上车他才进去。啊，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从门里走出来啊，后面门就砰就关起来，啊，怕冷风吹进去啊，啊，就有些东西呢，对人是不礼貌的，但送的礼物呢？有一次我的礼物是我送给别人的，后来也转到我这里来了，送来送去。那他们是这些供物呢，省长看到都看不上眼，那送给上帝。那他们摆上的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是瞎眼的、缺腿的、有病的、自己不要的。有多少人今天
你的奉献是你不要的。啊，我如果有时间就讲，不是没有时间，等一下不讲了。我只先讲两个女儿。啊，这两个女儿是谁？怎么那个不动了？一个女儿叫拉杰，一个女儿叫利亚。大家知道这个是谁的女儿吗？拉班的女儿，拉班两个女儿。那雅各喜欢谁？雅各喜欢拉杰，那拉班呢，就把利亚给他了。那他说，我们本地的规矩是，大女儿没出嫁，二女儿不能先嫁，所以把利亚给他了。然后有时候想多一点呢，我说这个雅各怎么这么糊涂啊？大概喝醉酒了，半夜不知道那个女人到底是谁，那第二天早上才看出来，然后他搞错了。那这是拉班，今天我讲的不是拉班，我讲的是一个事实的故事。有一个人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比较平庸，就像利亚眼睛没有神，比较平庸，所以呢这个家长就认为，哎呀，这个女儿长得普普通通，把她奉献给上帝，让她去做传道人。那第二个拉杰呢，哦，这小姑娘精明能干啊，希望她以后去拿博士来读书，来挣钱，来做大事啊。这是很多有些家长的奉献，把他认为次等的奉献给上帝。啊，以前我牧会的时候，有人买了一部新车，那最近这几天当然买新车的人特多，旧车都没有人要。但我那个时代呢，买新车的人不多，所以偶尔有人买了新车，然后呢就把旧车奉献给教会。啊，有人认为教会呢只可以用二手货，所以把不要的东西都送到教会去，教会变成储藏室。那其实我去很多教会呢，就看这个牧师是什么样的牧师，我看看那些 fellowship hall 啊，什么厨房啊，如果是 fellowship hall 里面这边一堆那边一堆，厨房里乱七八糟，厕所那个味道很重的，我说这个牧师有问题。我不说牧师要打扫，他要管这些事儿，要弟兄姐妹把这些地方清干净。上帝的家这个讲台上不可以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当然这是福音大会，这是 different 啊。你们教会的地方，上帝的家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是干干净净的。你有机会去马里兰圣经教会看看，现在传统还保守。每次最近刘师母我们回教会，就是刘师母去卫生间的时候，哎呀，这个厕所怎么这么干净？是很干净。我们把上帝的家，把它做成是最上等的、高级的、一流的。那是破烂的东西，丢掉，不要送到教会去。这个讲的就是这个当时这个以色列的祭司，他们献到圣殿里面的瘸腿的、瞎眼的、血气枯干的，是他自己不要的，要送到教会去。我第一个牧养的教会，而不提这个名字了，第一个牧养的教会，他们买了一栋房子叫做教会之家。那教会之家是牧师住的地方，我就住在那里。有一个地毯是好像是波斯的地毯，但是中间一个大洞，这破了一个大破洞，送给教会之家。
牧师住的地方。那我看这个地毯呢，我老是说觉得很不是味道。我不说我什么的，我不是高级人，也是普通人。但是这种东西摆在教会之家实在是不像样，所以我就要人把它拿走丢掉。我情愿光光光没有地毯，我不要这种地毯。今天你奉献给上帝的，你送到教堂的，你奉献的金钱是剩下来的呢，还是牺牲的？我饭都没了，没得吃，我奉献给上帝。如果你认为主的家是可以藐视的，那主会怎么说？马拉基告诉我们，如果你认为上帝的殿祭坛是可以藐视的，上帝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坛上烧火。上帝要我们关门大吉。其实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应该关门大吉，存在在那里不 function， 几十年还是30个人20个人，为什么没有成长？因为我们摆上的不够。我去过很多小教会，自从我说2个人的教会我也去，因为我刚刚做传道的时候，坐两个小时的火车，从首尔汉城到南部，韩国南部一个地区叫大田，从汉城坐2个小时到大田去讲道，主日崇拜敬拜，结果2个人，一个坐这儿，一个坐那儿，一个女的，一个男的。讲完道以后，我看只有2个人，我就把他当100个人，我就大声疾呼，就照讲。讲完了以后，这个姐妹要请我吃饭，这个弟兄也要请我吃饭。我说怎么不一起吃？因为他们2个是仇人，教会分裂了，只剩下2个人。那我去的是希望我站他这边，他要跟我谈他的新教会的问题，他要跟我谈教会的问题。我说不要这样子，一起3个人一起吃。但谈完了又也没成功。这样的教会我主张关门，关门，这种教会不应该存在。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关上殿门，然后免得你们突然在我的坛上烧火，因为他们奉献的都是破破烂烂，他们奉献的都是剩余物资，他们奉献的都是瞎眼的瘸腿的自己不要的。我刚刚说我去过很多小教会，那接我的人开 Benz 开宝马，但是教堂呢没有，牧师呢请不起。那今天我们北美很多这样的教会，有30个人20个人，请不起牧师，盖不了礼拜堂，借美国的教堂，还很高兴，哎呀，这个美国教堂真好，免费给我们用。我曾经讲过这个事，我再讲一次，让我们中国的信徒醒悟过来，今天不是依靠西方的时候，是我们中国信徒来支援西方教会的时候。如果我们还靠他们，就像这个藐视主的圣名的这些祭司，他们上帝要他们关门大吉，免得污秽他的祭坛。没有价值的敬拜比不敬拜更糟糕。人与共物，如果人不对的话，
这个供物礼物就不对。对我们没有价值的东西，对上帝更没有价值。所以上帝不是捡破烂的。大卫说，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上帝。这个大卫要找一个地方筑坛敬拜神。有个人说，我这边有地，你拿去用吧。他说 No， 我侍奉上帝，我要付代价，我要买，我要花钱。这个燔祭是什么？燔祭是全所有奉献。你读立位记的时候，读五祭的时候啊，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这个还有什么燔祭？燔祭是唯一的一个，整个的牛、整个的羊全部都要烧在祭坛上。所以这里讲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马拉基时代的祭司成为职业的祭司，朝九晚五，我不反对，但是你太固守这个时间的话，因为我们传道人，我们服侍上帝人，做祭司的不是看钟表的，有规定，但是不是看钟表，你可以早来可以晚走，但是你守时也可以，但是不要变成一个 profession， 不要变成一个职业，时候到了我就走了。我们要做耶和华的仆人，就是 24/7， 随叫随到。我年轻的时候做牧养教会的真是随叫随到，有些弟兄姐妹要开刀，早上五点钟要进开刀房，我四点半就起来跑到医院去，在他进开刀房之前为他祷告。像这样的人，我不是要他们纪念，但是他们会记得。我们付上代价不会白付，这是做神的仆人该有的心态。今天教会太多懒惰的牧师，你的教会不涨，人数不增加，当然你所在的地区有关系，但是如果你住在芝加哥的话，芝加哥人很多，华人很多，像我们住在马里兰、华盛顿，华人很多，教会人数不成长的话，我们有很大的责任。我们是不是金钟之手，还是我们所献上的祭物是剩余物质？祭司的假冒和自私的心显示他们的态度是狂傲藐视。今天我们侍奉上帝的人该当如何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有的来不及了，你已经超过20岁，你30岁开始到60岁可以侍奉30年，到80岁可以侍奉50年，但是你等到60岁才开始，你还没侍奉，已经腰酸背痛，走不动了。不要把破烂的、瘸腿的、瞎眼的、有病的献给上帝，献你最好的年轻的力量。马拉基在他的书里面他提到好几件事情，第三件事我要讲一下，就是婚姻时节的悲剧。他说，我们岂不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
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先知在此开宗明义地向以色列大声疾呼，说到国家的景况，合一的破裂，信心的撕毁，他们有一位神，他们有一位父，但是兄弟阋墙，彼此欺骗。接着就是败坏的社会风气，信仰破产。圣经说亵渎，他们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他们道德沦丧，因为他们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那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国家社会如此，主的门徒今天在婚姻上失节，却是神国的极大的损失跟悲哀。以色列人的问题不只是杂婚，更是对婚姻不忠和离婚。二章十五十六节说，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带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这里讲到婚姻，过去如此，主前四百年到今年2400年一样的，婚姻的破裂有四样东西，任何一样都会带来婚姻的悲剧和痛苦。第一个是外遇，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外遇。改革开放的时候，台湾很多人到中国大陆去做生意，有外遇的人很多，从那时候开始，二奶是不是？是那时候开始的。以前我没听过，以前中国是有三妻四妾，那些都是公开的，啊，这个财主他有钱，他娶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那是公开的。但是这些商人到中国去做生意，这个娶二奶，这个是都是太太不知道，这是婚姻上的不忠。后来咱们中国又开始有小三儿，这也是对婚姻不忠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以诡诈带你幼年所娶的妻，不要休妻，不要做以强暴代妻，这是都是我所恨恶的。外遇，还有婚姻里面不光是外遇，还有家暴。过去我们听到的是家暴都是男人，这里是男人打女人，但是现在反过来了，很多女人打男人，打得更厉害，有的男人都吓得不敢回家。但是不应该的，有问题的，欺骗，你偷偷的买了一个戒指要送给你的女朋友，你已经结婚了，不是，也许不是，就是英文叫 mistress 啊，另外一个女人放在口袋里，你应该聪明一点，不应该放口袋里，我不是教你啊，不是教，哎，放口袋里，回到家里把西装脱到那个医生的你的太太，你知道当你做坏事的时候，女人很厉害的，女人的眼睛会看你的眼睛，她盯着看你眼，看那个女人，她就回家就跟你过不去，所以她有时候会看翻你的口袋，啊，现在看你的手机，看口袋，一看到一个戒指，不过这个男人很聪明，他看到这个戒指，他说：“Oh, it's for you。”骗太太啊，欺骗，然后就是离婚。那美国的离婚率是一半，就是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比例是一样的，差不多一半。咱们中国也不落后，我牧养教会最初的时候，头十年教会没有一个离婚的，但是后来，啊，特别是我开始90年以后，
八九六四以后，咱们国内的人来的越多的时候，离婚的就很多，有很多是两夫妻都离婚了，但是他们两个都信主了，所以这两个信主的又配合，就在教会里。那这种人呢，我不会赶他们走，我也接纳他们，但他们真心悔改。这不是战争，这不是我主张离婚，但是他们已经离婚了，两个又结婚了，要不会再把他们拆开。但是在没有结婚之前，我是先做预工。我以前做牧师是讲到信与不信的，就信与不信的那哥林多前书六章，不是讲婚姻，但也可以 apply。真正讲婚姻是第七章，你要嫁再嫁，寡妇再嫁，寡妇再嫁，要嫁到在主里的人。所以结婚是信跟不信的，不可以结婚。所以这个很早以前就讲好，然后婚姻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很早就讲好，所以我在牧会的初期几乎没有离婚，至少本教会没有离婚，我不需要处理离婚的案件，没有人离婚。那后来有很多人离婚了来了，那这种的我不能拒绝，但是有他们有很多的侍奉上的限制。那离婚这里是这个以强暴代妻跟休妻跟以强暴代妻是上帝所恨恶的，所以在今天我们在婚姻上要圣洁。人在婚姻上如果不忠的话，就算你用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献上再好的供物，上帝也不收纳，这是马拉基说的。然而他们说为什么呢？ Why？ 为什么呢？先知回答两方面。第一方面，他先知要挪去他们的虚假，耶和华与在他与妻子中间作证，他们的诡诈上帝都知道，毁约的事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是盟约是以忠信来表明，我们的盟约是以忠信来表明。在婚姻中不守约，说是说明了一种更深的属灵问题，就是一个人如果与人与妻子与上帝的关系不可靠，他就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我再说一遍，如果你跟人，你跟你的妻子不讲信用，不可靠，你骗你的妻子，你骗你的丈夫，你跟人之间有欺骗的行为，像前面讲的，他们弟兄彼此欺骗，以色列彼此欺骗，所以你与人 与妻子，然后与上帝，你欺骗人，你欺骗妻子，你就是欺骗上帝。那这样的关系如果不可靠的话，你别告诉我你有信仰。你有信仰，你不会欺骗人；你有信仰，你不会欺骗你的妻子；你有信仰，你更不会欺骗上帝。你说有人欺骗上帝吗？当然有。亚拿跟撒菲拉就是欺骗上帝，在奉献上欺骗上帝，所以他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第二方面，先知的解释是上帝的审判是严厉的，上帝的严厉的审判是因为上帝恨恶休妻。以色列人以为上帝是他们的父，所以上帝不会怎么样，但是先知回答说，上帝的儿女是有上帝之灵的人，要有深度的灵性，是忠信的人，是上帝的灵所产生的
果子。上帝所的灵所产生的果子就是爱跟忠贞 royalty。 今天太少人，几乎可以说没有 loyalty， 对人对事对公司对教会。我以前在微信上写了生命季刊，帮我发表一些文章，讲到每一个人都要信守你对教会的忠贞，每个人都要属于一个教会。我后来看到有一个回应说，因为我是牧师，我希望大家都留在教会，然后他们奉献可以给我工资。我告诉你，我从来没这个想法。我是觉得你我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你是手，你是脚，你是耳朵，你是眼，你不能够离开基督的身体，所以你要归属一个地方的教会。这是圣经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你奉不奉献我不知道，我不是靠你活的，我现在没有在教会牧会，我还活得好好的，我还有饭吃啊，我不是靠你啊，所以我不是要你们来教会奉献，所以才要你来教会。我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基督，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是我们彼此做肢体，所以你要属于一个教会。这个属于一个教会叫做忠贞，叫做 loyalty。今天很少人 loyal to God, loyal to church, loyal to your husband, loyal to your wife, loyal to your comrades. 上帝，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的生命要有神的本质。那二章十五节是本段的中心。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什么只造一人呢？只是乃是他愿意人有敬虔的后裔。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婚姻忠贞的原因有两个，因为上帝造人乃是造男造女。下午谈到这个 LGBTQ 的，下午谈这个问题的时候，现在社会是乱七八糟，同性、两性、乱性，或随便来的变性，但是圣经讲造男造女，使二人成为一体，不是二乃是一。那上帝要的是灵与肉的合一，不光是有肉身，还有灵性，所以不是只是肉体的问题。所以你去找小三，你去找二奶，不是肉体的问题，是灵性。如果是灵性的问题，不可能有第三者，不可以有第三者，也不可能有第三者。那上帝的目的是使人借着婚姻，灵与灵、肉与肉的结合，得以产生敬虔的后裔。所以破坏婚姻就是破坏上帝造人的计划。因此先知严厉的警告，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起的气。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强暴带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在婚姻当中的人，两次说到当谨守你们的心，当谨守你们的心，所以不可发丧。广东人记得吗？不可以发丧，不可以行诡诈，不可以诡诈待妻，不可以强暴待妻，几个不可以，要当心你们的
心。彼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当然彼得前书三章前面也讲到姊妹啊，妇女，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做丈夫的你们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样子你的祷告就没有阻碍。第四啊，在腓立比，在希伯来，在马拉基书里面讲到第四样，就是窃取上帝的供物。这里在我们谈到这个题目之前呢，必须要对二章十七节有所理解。你用信心，你用言语反锁耶和华，耶和华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他们说，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那这里是他们对上帝的公义做出挑战，他们看见表面上，他们所看见的是表面上的，在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以恶为善，以善为恶，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对上帝也是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所以会质问上帝，甚至于挑战上帝，说上帝以恶为善，并且喜悦行恶的人。他们说上帝的公义在哪里呢？那先知的回应是，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的公义必然显现彰显。那这个马拉基书三章就是回答这个上帝是公义的问题。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讲到公义必须在道德的领域内伸张，第二是公义必须在物质的领域内伸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讲第一点。第二点讲到第物质上啊，马拉基书到目前为止呢，对以色列人的逆行没有要求他们悔改，直到现在。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自从你们列祖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现在你们要转向就是 return to me， 我就转向你们。上帝要求他们回转归向他，也就是悔改的意思。彼得生给悔改下的定义很精简，他说向世界说不，向上帝说是，一个 no， 一个 yes。 可是他们呢，他们觉得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我们如何转向呢？他们不想悔改，他们也不想回转。上帝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人岂可夺取上帝的物呢？你们仅夺取我的物。你知道这边讲到夺取神的物啊，夺取我的供物，其实就四个字，英文就是 rob God， 不是偷上帝的东西，是偷上帝，这不是偷我的供物，夺取我的供物，是 rob me， 是偷上帝，偷我。可是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拿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那我们通常呢，讲到这马拉基三章的时候，就会用三章十六节来提醒鼓励下午信徒要奉献十分之一。其实它的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在乎夺取、强取、窃取上帝，就是抢上帝的。我们除了抢上帝的钱之外，还抢什么？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窃取的？借用先知何西阿的话说，
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站敬，他在以色列中居高处。张博士在结成为主4月24日的日志中说，我们的网罗不是世俗，不是罪，乃是属灵的淫乱，就是我们的成就。我盖了多少间礼拜堂，我领了多少个人归主，我开了多少次布道大会，都是30几个人，还叫布道大会，有几十万人来听我讲道，你真棒啊！我已经讲了36000次道了，我牧会60年还才讲了3000多次道，你了不起，吹呀！我们太多可以夸口的地方。何西尔说，在侍奉巴利的事上，人犯罪就死了。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你的巴利就是你属灵的成就，你的爱，你爱的就是你的成就，使你向你献祭的牛亲嘴，整天抱着你属灵的成就在那里陶醉，却不知你是在偷窃上帝的荣耀。主啊，可怜我吧。何西阿接着说，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皮被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地上的、世上的名利地位，你属灵的成就，都必像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露、糠皮被风吹去，烟气腾于窗外，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无人纪念。当拿的1/10，当前的供物都是上帝的，我们不会因为奉献而贫穷，也不会因为不奉献而富足。夺取上帝的后果就是咒诅要临到你们身上。天不下雨，地不出粮，你使神家无粮，你家也无粮。所以上帝是公义的，因为上帝是上帝的公义，是上帝保护的恩典。十字架是上帝公义和慈爱的汇合点。诗篇85篇10节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公义里有慈爱，慈爱里有公义，有公义的审判才显出慈爱的彰显。耶和华说，因我耶和华是不变的，所以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仍以怜悯为怀，所以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让我们悔改转向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诚心归向他，好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今天教会、社会、世界更需要的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才会转向父母。下面我请大家，请赵牧师带我们唱一首诗，你爱主吗？为何不诚心遵守主道？
生命长进，爱护教会引人信耶稣，行为圣洁荣耀神。你说你已经信主耶稣多少年，为何如此冷淡不付出红恩。在我们继续小声的唱第二节的时候，请大家在主面前思想，你需要悔改吗？你在主的爱上觉得上帝不爱你，你在侍奉上对主尊重吗？如果你对主的爱觉得神亏待了你，你仔细的去思想的时候，神爱你是永不改变。今天晚上在神面前，如果神感动你，觉得你需要再次回到神面前，让他的爱充满你，忠心的服侍他，有这样感动的人，请你可以走到前面来向神表达你遂心真诚的悔改。有这样的人，请你慢慢的、慢慢的走到前面来。第二节我们就第二节，你也唱，一面走一面唱，一面走到前面。为何你爱他心不转？有这样的人，需要悔改的弟兄姐妹，请你到前面。需要悔改的就到前面来吧。人心是主不间断，还有没有？你说你愿意爱主耶稣不改变，为何十架路上他哭又需要悔改的，上帝感动你，愿意悔改到前面，往前面来，表示你心里面伤痛，让主的爱充满你，到前面。还有没有？千万灵魂等候你拯救，忠心完成主圣功。感谢主。还有没有人愿意悔改到神面前，在主面前转向他，主必转向你。还有吗？我下面还有一个问题，觉得也许向弟兄姐妹可以提出来。我想到2023年我们在这里开福音大会的时候，今年是2023年，20年。2023年，有一位姐妹谭秀红，听到主的呼声，献身侍奉上帝。20年，
在工厂上为主尽忠。20年不是一个短的日子，也不容易，但是上帝许可我在北美去了很多华人的教会，30几个人50几个人，大多数没有牧者，请不起牧师，或者没有牧师可请。神家荒凉如此到何时？今天我们在场的，我看到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上帝有没有让你看见，在这个苦难的时期，在这个教会凄凉的时期，我们需要更多上帝的工人，上帝的仆人，来服侍他，来全时间来侍奉他。虽然后来的福音大会，我们也看到有好几位弟兄姐妹现身做全时间的侍奉。我想今年如果上帝感动你，你也可以做这样的决志立志，接受上帝的呼召，装备自己去做服侍上帝的人，全职侍奉神。那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可不可以请你走到钢琴的这前面来，表示你愿意为主摆上献身侍奉，有没有这样的？可不可以我们再唱第三节？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你为主耶稣做工，为何你对他心不忠？还有没有？你一岁说你已经献身侍奉，姐妹这样的负担，这样的感动，上帝要你完全为他走上侍奉的道路。为何还没有？不想发还有吗？施主施施粉土主之为重，千万灵魂等待你拯救，忠心完成主神下几分天长为己用。好，还有吗？我们最后一次，还有的话就请你出来，我们一起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拯救的大爱临到我们众人，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多年来你以无比的大爱来爱我们，你永远的爱来吸引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能够活在你面前，丰衣足食，又给我们属灵的供养。主啊，但是在过往的日子里面，多少时候我们自私，我们只顾到自己，我们只想自己的需要，反而觉得神你对我们有亏欠。我们这个时候来到你面前，向你认罪悔改，求你赦免，让我们再一次把身心灵献给你，我们愿意为你而活。感谢主，也让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愿意把自己摆在祭坛上，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你要呼召他们去全职的侍奉，他们愿意。主啊，你自己亲自带领，让他们今天的立志
能够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让他们借助他们的生命来影响更多的生命，来建立你的教会，来牧养你的群羊。神啊，你的家今天荒凉，需要更多的仆人使女来侍奉你。我们把这些弟兄姐妹恭敬地交在你手中，求你带领他们，让他们预备自己，愿意一生一世服侍你，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各位，我们再唱第一节。弟兄姊妹，你记得这首诗歌，唱着这首歌回到你的座位上。我们唱第一节。你说你已经相信耶稣，为何你信他心不真？你虽说你愿意全心爱他，为何你仍在失路奔？为何不诚心遵守读道？我们都起立啊！读经直到生命长进，爱护就会因人心耶稣，心为圣洁荣耀神。你说你愿意爱主耶稣不改变，为何如此冷淡不付出？再唱最后一句，唱成不要不要冷淡辜负主恩，不要不要冷淡辜负主恩。阿们，请坐，报告。感谢神在我们中间来做工，来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回应刘牧师的呼召啊，在主面前再次的来悔改。我们也很感恩看到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全时间来服侍神。那最重要的先报告，刚才啊，您如果回应啊牧师的呼召，更是回应神的呼召，愿意全时间来服侍主。等一下我们大堂聚会结束的时候，请您再次来到台前，也请啊基要福音联盟的牧师能够留步，可以跟他们有一些陪谈。那我们今天大会进入了第二天，整天就结束了。那除了我们刚刚的悔改之夜，不知道大家这一天半过得如何？很好，感谢神哈！我想让我们在这样一个2023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这1000多位弟兄姐妹何等的蒙福，有这样从大堂到专题很多很宝贵的属灵的信息啊灵粮。我很感恩我们有再过3年就像加勒一样年纪的80几岁的刘牧师继续在我们中间啊为主来服侍。我也见到我们教会80几岁的搬家了以前的会友哈，今天一早就来到大会啊，当天来参加会议，到现在还在这边，已经85岁了姐妹哈，我们真的是为每一位渴慕的弟兄姐妹来感恩。那本来今天报告的时候，其实很开心哈，因为今天下午我在跟小薇姐妹跟两位大酒店的工作人员在谈事情的时候，听到他们对我们很好的称赞。他们说从来没有一个像这么好的一个团队哈，那么一个群体。他说2000多人哈，然后酒店都卫生都保持非常的清洁，没有乱丢盒子乱丢垃圾的。他说我们的义工，我们的每一位参会的都是非常的友善，然后我们就跟他们讲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有些沾沾自喜哈，觉得我们真的是好像不太需要悔改了哈，我们做得很好。可是就在今天我要上台前，我又收到我们同工一个纸条，说牧师请报告，有人在乱丢垃圾盒在10楼的沙发上。说明什么？我们还真的是仍然需要来悔改。虽然是很小的事情哈，我们昨天晚上已经有报告了，
我真的是盼望这样的一个报告是我在这几天最后一次报告哈。我们盼望我们在小事情上忠心，在小事情上悔改，我们才能够在大的事情上来向主忠心。那我们另外一个消息，请我们的同工放一下PPT 哈。我们今天我们的医疗同工，我们有检测出一例COVID 的阳性。那目前同工已经安排这位与会者已经在房间隔离，同工也已经通知相关的密接人员。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每天我们尽量保持充足的休息。如果你不去更多的参加祷告会，就尽早休息，然后多多的像我们这几天不断提醒的，多多的补充维生素。如果你有症状，感冒的症状，请大家也及时的佩戴口罩，并及时的联系医疗组。不过也感恩哈，我们这么大人小孩2000多人，我们才目前也仅仅有一例。所以我们第二项，我们继续的为大会来祷告。一例是多还是少啊？我感觉是很少了啊。我想我们每一位参加大会的弟兄姐妹都是带着一个这样来到一起来聆听神话语的。好，我们感谢神，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的守望的祷告哈。24小时祷告是今天会后呢继续开放，所以在服务台后面鼓励大家为大会祷告，为我们彼此来祷告。我们不单单的是可以有很多的属灵的知识，我们也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身心灵都能够健壮的在这里完成这次大会。那明早6:45到7:30在 Rosemond 仍然有牧师带领的灵修。那明天大堂聚会8:45开始，仍然请大家记住要提前5分钟进场。OK， 所以提前10分钟进场，8:35。我们再有一个大会财务的更新的报告。我们跟昨天相比，我们今天多收到了10000块钱的报名费奉献，所以我们现在大会剩余77000块钱。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为此再次的为大会的财务需要来祷告。我们相信主必会供应，若你有感动，也请你来奉献。那我们会场的出口都有奉献箱，如果你有支票或者现金，请装入这个手册里边有一个奉献信封，你可以投入到大会的奉献箱，或者你也可以登录生命季刊的网站 cclife.org， 你放下一页，如果你进入网站之后放到最后，在最下角就有最下边就有一个奉献的，你点进去就是你可以使用Zelle Pay， 非常简单。Recipient 是 cclife@outlook.com。 我们盼望神来祝福每一位真的是奉献的，也愿神祝福大家。还有一个补充报告生命季刊这次也带来很多的宝贵的很多的书籍王师母跟我说非常便宜哈，包括有很好的圣经请大家可以会后去。那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展位，也有很多很好的资源，也请大家在没有聚会的时间能够到各个展台上去去来了解。好，今天的大堂聚会结束再次提醒刚刚已经奉献的弟兄姐妹请到台前来，也请联盟的牧师能够留步。好，所以接孩子的先马上去。好，愿神祝福大家，晚安。